รู้กฎที่นี่เปล่าจัดการ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谢谢你。I'm not sure 21. That's your leg, right? And you have an 8-year-old son. So listen carefully. I'll leave tomorrow. If you touch her one more time.You won't see your son again. You got it. We don't know. But I think you guys should take her to the doctor.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？没什么，我带我的新秘书过来熟悉熟悉。这位是我的秘书林美雅，啊，这位是策划部主管刘晓红。你好，刘主管，我是林美雅，以后叫我小林就行了。新来的有点紧张啊，那要不这样，你先忙，我们先走了。好。哎，我说你还能不能行？能不能点出息啊？咱能不丢人吗？是你跟我说他跟陈哲有什么的？我看他们俩可能真的有什么。看人家长得又高又有能力，我一闭上眼睛，我都能想到他跟陈彻在一起的样子。就算他们真有什么，在这种时候你更应该稳住了啊！再说还不一定呢。小点声。
就一个刘晓红，你就紧张成这样？那接下来我那么多人呢，怎么办啊？你赶紧给我调整好状态，加油，稳住。 这是我们营销部的主管王梅。你好，我是林美雅。你好，我是林美雅。你好。这是我们财务部主管李倩。你好，我是林美雅。你好。哎，凭借你女人的第六感，你觉得会是哪一个？ 你觉得我有第六感？我要有第六感，我看你来这调查什么。我们现在去哪？欧总好。说好了暗中调查的，你带我来销售部干嘛呀？这两者矛盾吗？再说了，所有的部门我们都去了，干嘛偏偏要跳过销售部呢？不行不行。 我还没有准备好隐秘书的身份面对这个部门。哎，不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既然你已经决定重新开始了，那你就拿出点魄力了。你内心坦坦荡荡，一枚后台，二枚色诱，我是因为你的能力才决定聘你当我秘书的。你干嘛非要做出一副见不得人的样子呀？相反，见不得人的应该是那个销售部的陈哲。你小点声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。 所有道理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现在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要么进去，要么从这儿离开。3、2、1。